哈喽，我是你们最讨厌的那个傻逼小柠檬 Small Lemon。 那这里面呢，我们要来简单的宣传一下我们的一个垃圾比赛哦，在这个1月7日的下午5点举办的一个柠檬杯比赛。那它什么东西呢？它就是一个 Bayverse 比赛啦。对，肯定不是抄袭，肯定不是什么东西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奖项分别就是第一名100，第二名 50， 第三名25。对，有跟没有一样。明天晚上，也就是1月6日的晚上11点59分，将为比赛截止的时间。再不去报名 ，OK， 你就没得玩了，哈哈。